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同大家整呢个非常足料而且又好好味的西式汤品周大海鲜汤，即刻睇咩材料啦！如果想更加好味的话，就可以放一块酥皮在碗上，然后放入焗炉度焗大约15分钟，这样就可以整到很好味的周大海鲜酥皮汤的啦。哇，好香喷喷啊，等我即刻试一下味道如何先。周大海鲜汤口感好诱惑啊，而且还可以吃得出蚬的鲜味，再配上香喷喷的酥皮就更加好味啦。原来咁简单就整到，大家都快啲试下啦！呦呼！